有有有，还有皮蛋吗？还有番茄，没奶汁吗？哦。大家，我们到了基隆。基隆，基隆。我们现在要去。继续。嗨嗨。好可爱。有呀呀。什么都知道，我才知道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什么？哇！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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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哪里呢？我们要去基隆。耶、yeah. ！他第一次去。没错，他说在基隆有很有名的夜市，很好吃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去。这里是哪里呢？这里是巴黎。火车里面。对，火车里面。对，火车里面。然后我刚刚停车在花都站，没错。大家呢，我们在基隆见面，拜拜。哦，到了。面已经到了，下一站是海景。因为啊，哦，我记得那个老师，我没有看过啊，是吗？嗯，对，那我有听过那个名字。哦，我真的很认真看那个剧，但是呢，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是很熟的，真的，推荐吗？哦，推荐，如果你看的话，会才知道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什么？这是一个有点哲学的问题，爱情是什么？爱情，所以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爱情是什么？啊，台湾的爱情是什么？妈妈觉得爱情是什么吗？你觉得爱情是什么？爱情，我现在也研究着。啊，还没遇到，还没，对，好，还没理解。大家如果已经知道爱情是什么的，请留言帮我告诉我一下。我很期待。期待什么？我期待就是大家的留言，我想看大家的想法。你的想法呢？对你来说，爱情是什么？对，爱情是看脸就很开心了。有点单薄。单薄是什么？就是没有那种的感觉。大家看很累吗？不行，大家好，大家已经开始了爱情吗？爱情在哪？如果有的话，请告诉一下。请告诉一下。研究一下，我要继续研究一下爱情是什么。希望在台湾很了解。对，我也希望。你认真觉得吗？什么认真觉得？就是爱情是什么？你真的认真觉得？想研究吗？想研究？没有，没有真的认真想过。但是
爱情的话，虽然没有钱，但是很幸福的是爱情吧。嗯，因为爱情是一个看不到的东西。哦，很哲学。对，所以对爱情。哦，我们今天主题不是爱情，我们要出去玩，那么等会见面。哎呀，快到了，很漂亮，晚上比较漂亮，白天的话没有那个开点，所以对，是哦，我推荐是晚上去。OK， 大家我还没去过九分，居然我很想去看看，嗯，下次我们要再一起去一下。哦，好。大家这里是基隆，基隆到了。你真的很高吗？哦，很羡慕哦。给我。让我真的很掉眼泪。没有啊，就是我的问题，我太高了。我很羡慕哦，他是跟几乎跟模特一样很高。你真的假的？对吧？他现在有修改吗？哦，是哦。哦，真的，因为我看过的那个火车站都是比较久的。哦，沙克站很漂亮哦。基隆车站跟我哪一个比较漂亮？不要。啊？我可以帮你拍。大家好，我到了。基隆，哇！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去，但是我们直接出发一下。耶耶！先要搭公车吗？好啊。到手机。哦，啊，原来所以没有那么热。错啊。哦，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方文一点点，不是皱啊，皱啊是那个皱皱的意思。嗯，那你知道吗？日本怎么说？哆啦 A 梦，知道吗？哆啦 A 梦，那么你是一样吗？对啊，哆啦 A 梦。哦，不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不是什么 helicopter 什么？对 ，helicopter 是那个。啊，天哪，不是 helicopter。天哪，我们黑的口罩。天哪，是什么意思？帮助那个词。啊，就是那个 A。那我有帮助。啊，是哦。超时候。天哪，我黑的。我先擦一下。这里很好看，对吧？不是，你刚刚那一边更好看，对吧？给我。大家，我们到了基隆。基隆，后面有基隆车。没错，啊，是基隆刚刚。对啊，我刚刚看到。很大，很漂亮。所以太阳不会那么大，很好。台湾的。继续。有点不好意思。嗨。好可爱。他超好了，好可爱。台湾的当地的朋友们。哦，对。对。哦，大家好像对。对。这里有很多可爱的朋友们哦。哎，好像台湾人。嗯，果然基隆是台湾人的观光地。耶！因为这边有下雨，但是没有，刚刚有，但是已经停雨了。哦，你喜欢吃那种的店吗？哦，鹿香吗？不是连锁店。超喜欢。超喜欢。你呢？我也很喜欢。耶！很便宜。
很好吃。没错。哎，你看有彩虹，这不是彩虹吗？在这里会看到彩虹，超漂亮！哇，没想到，对，很幸运，对，一点而已。哦，很好看。哇，如果你不告诉我，我没看到。啊对啊，很赞。拜拜。拜拜。你们是台湾人吗？啊，是哦。基隆好玩吗？好啊 ，OK， 我们也现在去基隆。太冷，很可爱。他们也去基隆。啊是啊。哦。基隆的只有在基隆的台湾人吗？没有说。哦。没关系的。我们要搭西。你看，猫咪，猫咪在士林夜市也有。哇！아침아홉시내전화벨소리잠이덜깬목소리의노래가설레이는마음안가득품고너와나이렇게사메뉴很多这个怎么念什么什么奶茶来台湾一定要喝奶茶哦怎么办大家笑语突然开始笑语天气比较什么变化吗？是哦，突然下雨，然后突然下雨。哦，哇，太夸张。哦。Oh my god！ 哦。Oh my god！ 哦。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也是台湾。没错。哦，你很positive。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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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台北不是台北一零一哦。我到了。哇！哈哈对，都没有。我们要去买，我们要去台湾里面的意大利啊。哇，对，意大利啊。对。你说的那个意大利是韩文吗？意大利啊，一样。一样。大家去过意大利吗？台湾的意大利啊，没有的话，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Yeah. 我也还没看过台湾的意大利。我慢慢跟他一起旅游台湾的很漂亮的地方一下。大家可能要去吧。耶！啊！哇！超好美丽。아예쁘다와超漂亮아
到呢，我们先到在海贝附近有这么美丽的，这是海线吗？海边？海边吗？海。港还是港口？应该港口吧，不是海边。对吧？嗯，港口很漂亮。对，很漂亮。大家来这边哦。台湾的一带一路。哇，听说这里海鲜很有名，我们等会儿先去夜市后，还饿的话去吃海鲜一下哦。对。很漂亮。哇，超美丽！海北不太一样。嗯，也很漂亮。哦吼，请问你是谁哟？是星野花影，你不知道吗？哦吼，你是 Saki 酱哦。对 ，Saki 酱，好看。可以帮我拍这边吗？这边吗？跟那个对拍。OK。那个有点黑黑的。哎，影片的话，离眼更清楚哎。影片吗？哦，真的。你要上传影片吗？大家这里是基隆。耶。都好像假的，太漂亮。大家也哦，现在哦，现在大家也来玩哦。这好像是真的 AI， 真的吧？嗯。跟郑俊来站在一起。对。哟吼。这个耶、yeah. 哇也不大我刚刚学到的一个好美美错大美错大哇很漂亮我要帮你好啊谢谢OK OK OK大家这里是唯一的颜色都是绿绿色色还有蓝色、嗯、好像童话里面的感觉很漂亮很漂亮你比较漂亮哦、oh, 你的嘴很甜咯谢谢哇它很幼腰它叫什么哇哦，谢谢谢谢走。他吗？好可爱。啊，拍不到。天气一定会变好。哦。对。天哪！超漂亮。今天我们想要来的目的地到了。对。是吗？我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车。公车，对，车站。哇，好像有点像美国电影里的。对对对对。哇。啊，好可爱，没事。哦。好像这里有名那个猪肉吗？香肠，所以海鲜猪肉，大家这里是因为猪肉跟海鲜有名，所以有这些的地方吗？但是反正很漂亮。请问你的电话号码可以告诉我吗？可以。哦，好啊，好。为什么你？我今天跟美女来自韩国的美女是吗？很开心。哇，我也很开心。耶。
언니 很会哟。三明治，我现在等这个三明治拍的真的很长。谢谢，很烫，哇，里面东西很多，很多，对对，三明治。いただきます。噔噔噔噔噔。哇，小心哦，小心、那个从后面推哦，这样比较好。哇，如何？超好吃，很好吃吗？肉吗？不见了，就因为刚炸的时候很脆脆，还有里面的话很 Q Q， 好，对，有有有，还有皮蛋吗？还有番茄，美乃滋吗？哦，好吃吗？哇，赞赞，那个吗？对，有小黄瓜，所以火锅真的很脆脆，火锅很脆脆，맛있어요？맛있어요，맛있어요，맛있어요，美味ですね。什么？茄子吗？皮蛋吧。啊，真的吗？应该吧，眼看起来。哦，蛋呢？一般的蛋。很好吃。很好吃。我们没有。啊，是哦。对。哦。OK。我们有卖那个。たこ焼き。OK。台湾有。那玻璃上面有蛋，大家万蛋喽、哦。
拍好了。嗯，幸好不是在白色的上面。对哦。小黄瓜。小黄瓜。你喜欢吗？我很对他的支持。很大，很大，对啊，哇哦！看过那个那么大的，我记得在台北卖的没有那么大的，哇，是50块，对，哇，才50块。啊，因为这里海鲜有名，所以螃蟹，哇，上仓，对对对，海鲜，很便宜，8块，一个啊。好吃，肉松吗？哦，还有什么？啊，花生哦，有眼睛，很好吃。哇，这么大，可以。你喜欢润饼吗？真的很好吃，嗯，很好吃，里面真的很脆脆，因为有豆芽，口感真的很好，而且很健康。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大家都是当的螃蟹。
困难的日本人。请问你是否认否认动物？否认茶，否认动物。这什么东西？啊，性能，性能，性能动物。它会保护人的性能。杏仁它可以保护你，杏仁啊，像是杏仁啊，杏仁那个露啊，它会加一点那个蜂蜜给你，就加在里面。哦，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没关系。嗯，螃蟹羹，螃蟹羹，螃蟹羹，三根，三根，加这个话就太。爸叫我的手机火了，火了，耶！他很聪明啊。这是泡泡冰。哦。YouTuber 好吃吗？嗯，好吃。你要这个吗？继续吃。OK。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